者梁伟明台北报道。人美真好，总奖金12.5万美元，约377万台币的台北海硕网球公开赛依旧美女云集，本届吸引多位 WTA Hottest 百大性感榜辣妹球星共襄盛举，包括最佳世界女单排名曾达第7的瑞士天才班奇奇 Belinda Bencic， 19岁白俄罗斯新生代沙巴连卡 Arina Sabalenka， 罗马尼亚波格丹 Ana Bogdan 等色一双拳高手，本周上演令人目不转睛的美丽战争。瑞士天才班奇奇，取自班奇奇 IG， 罗马尼亚波格丹，取自亚波格丹 IG。 台北海硕杯迈入第11年，高颜值的实力派悍将对抗，仍是赛事另类卖点。目前在 WTA 性感榜排名最高者，正式占据第23席，辅于泰国华星女单封后的星级四接班人班奇奇。这位芳龄20的好手已获外卡赶抵台湾，波格丹也在性感榜跻身34席，曾在2014年从会外杀进会内单打4强的他，魁为3年后再重返海硕杯，也准备惊艳4座。至于沙巴连卡，拥有182公分超模身材，人高手长的他，先前才勇闯天津女单决赛，更在联邦杯决赛爆冷力挫美网新科冠军史蒂芬斯 Sloane Stephens。 这位极具潜力的未来之星与轮廓深邃的波格丹，土耳其美少女索伊洛 Ipek Soylu， 俄国蒂亚琴科 Vitalia Dijenko， 匈牙利史托勒 Fanny Stoller， 英国布罗迪 Naomi Brody， 荷兰罗斯 Arantxa Seras 等性感榜美女挥拍较劲，渴望在台北掀起阵阵人气高潮。俄国蒂亚琴科，取自蒂亚琴科 IG， 匈牙利史托勒，取自史托勒 IG。